打工一族每年假期有限，而他们就决定用一个星期去第三世界国家服务。知道明知后会很热，明知后会被蚊咬，都很希望我去有一个这样的体验。Sacrifice proves love, and I think that making this sacrifice, it does prove love. 我都好想即系亲身经历，即系何为慈悲咧？一个天主教圣堂举办嘅扶贫之旅，点解吸引到咁多人参加呢？爱常传带大家到多明尼加共和国睇下。